大家好，我在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5.2 史诗级优化来了。 5.3 卡池终于确定，第二期混池角色曝光。 5.3 卡池再反转，水神插队，深海岩七火神技能机制曝光。原神纳塔 5.2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恰斯卡也即将登场，同时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也会于今天晚上的8点开启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2 卡池新角色恰斯卡强度相关了。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恰斯卡大世界能力独一档，探索天花板角色0+0能玩，但并不是太超模，起码对比水龙王纳维莱特还是差上一点的。6+5则是断档强度，简单来说就是恰斯卡要么抽零命，要么6命拉满，6命提升巨大。对于平民玩家而言，恰斯卡零命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3 卡池上半的新五星角色是火神马威卡，下半卡池是冰女茜特拉利登场。复刻角色的话，就这版消息来看，又发生了反转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。其中提到了5月3日上半卡池是仆人复刻，下半卡池是水神弗宁娜复刻。不过目前来看，其中仆人复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，水神复刻的概率较低。这么说，申鹤算是延期了，个人感觉可信度还是非常低的，大家看个乐呵就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 5.3 卡池火神马威卡技能相关也终于来了。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战技可以获得金身状态，该状态下冲刺速度加快，夜魂消耗降低，抗打断能力提升，且获得火附魔。大招开启领域，领域内触发反应基于火神百分比的协同攻击，二命领域内全队提升攻击力，四命充能相关，六命金身状态下自身攻击转化暴击伤害。当然了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纳塔 5.2 版本越来越近，除了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火神马威卡等角色会陆续登场外，5.2版本的前瞻直播的到来也就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5.2 卡池的新角色官方已经公布，就不多说了。复刻角色则是之前提到的林尼、纳维莱特中离这三位基本上也是没跑了，到时候就看明天的前瞻直播会不会翻车了。有关于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其中 5.3 上半卡池是火神马威卡闲云登场，下半卡池是冰女茜特拉利申鹤登场，也是目前说法最多的版本。这么来看，仆人莱欧斯利大概率是延期 5.4 卡池了。而在后续的 5.3 海灯节版本，据说还会有第二期璃月混池的开启。有关于混池角色的名单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一共有6位，分别是克勤七七、达达利亚、甘与萧白族。不得不说，第二期混池角色的安排还是比较迷的，尤其是钟离、胡桃、叶兰这三位，不过看这样子基本上算是无缘混池了。当然啦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最近官方还发布了有关于5.2版本新一期开发组座谈会相关的内容，简单来说就是针对寻宝罗盘、圣遗物武器界面、陈歌湖、幻想真境巨师等优化。其中寻宝罗盘神童共鸣时可以按照地区自动切换，且寻宝罗盘能够追踪的宝箱线索增加了，对于喜欢探索的玩家们而言绝对是史诗级优化了。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